讲者说，现在的人越来越不环保，导致冰川融化，世界就会灭亡了。那又如何？不如我们从今天起实行这个环保生活。反对，强烈反对。为什么呀？太麻烦了，又要在街上找什么废纸箱，又要把旧的衣服拿去什么回收站，太麻烦了。现在不是很好的吗？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人呢、啊。全球的气温呢，越来越升高啊。那你呢？你以前也是这么不环保了。我从前是不环保啊，所以我才想把这个浪费之家变成环保之家呀。你呀，却来走过来毁灭我的决定。我毁灭你的决定？那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无话可说。爸爸觉得太累了，在房间里睡着了。他发了一个奇怪的梦。喂，咋死呀？你们这一家做了那么多的错事，难道不怕你们日后上不了天堂吗？为何会这样呢？我们真的做了很多错事吗？你不信，我就给你看看你们家曾经做过的错事。家里没有餐具嘛？为什么要接受有餐具呢？我们要说餐具怪什么事啊？赶快走啊！有什么事？我还没说完，你们剩下那么多食物不吃，就这样把食物扔掉了。你们知不知道平均每七秒钟就因为饥荒而死呢？不如你给我吧。我为什么要给你啊？不要浪费，我给你送去慈善机构吧。好啊，你拿吧。我洗完了。哎，为什么洗了那么久啊？今天我太累了，在浴缸里睡觉了。要吃饭了，你们去洗手吧。好。好。今天开始，我们不可以再继续破坏地球，我们要好好的保护环境，珍惜上主的创造。经过昨天一晚后，我终于知道了，原来我以前真的很不对。子强，你说的对，我以前真的很浪费，但是今后我不会再这样的。好了好了，主持，我们要保护地球了，不要再浪费电力、水源、食物、衣服等等的东西啊。我们呢，如果不是我们的地球很快就会毁灭，我们也很快死了。知道了。半年后，晚上好，欢迎收看新闻路路通网站新闻。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国际环保日，环保团体在一个公园举行环保嘉年华，并颁发最环保家庭奖。福建报道，一年一度的环保嘉年华在这里举行，今年的最环保家庭奖由陈先生一家夺得，让我们听听他们的感受。
今天很开心可以得到最环保家庭奖。回想半年前，我们天天都在浪费天然资源，不断破坏环境，想不到有一天一位天使在梦里提醒我，使我立志保护环境，终于在今天得奖了。各位市民，我现在呼吁大家从今天起落实这个环保生活计划，齐心保护这个珍贵的大自然，保护环境，人人有责。